嗨，男的同学聚会，咱们合影一张。好呀。探镜头，三二，拍照嘛，一起一起。准备好，三二。小姐姐，可以给个手机号吗？你要干嘛？你居然问我来干嘛？不丢，你怎么会问这么无聊的问题？除了撩你还能干嘛？为了帮你充话费吗？可以吗？要你电话当然是为了勾搭你。你说话，谈不谈恋爱？不谈恋爱，直接拜拜。不谈。以前住对象。多浪费大家时间，有房吗？没有。有车吗？没有。有存款吗？没有。我们不合适。现在处对象，多浪费大家时间，会打野吗？会。啊，我们在一起吧。风吹过我的头发，听着雨我就站在你。拉上你的女朋友一起做吧，准备好了吗？嗯。我戒不掉你，想戒不了呼吸，漫长的距离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班有个男生特别讨厌，说话特别气人。这种人啊，就是欠揍。对啊，他不就是长得帅点吗？嗯。你把他微信给我，我帮你骂他。国风和毁人解锁。我走过玉门关外七里山上飘的雪，也走过长城边上小小吹过来的风。山河边英雄遁入林间，化成一场雨，天地间一平间划过了青天。听说最近这个很火，大家都私信我拍。你是何人？秦淮八艳之首柳如是。这是传说中的玉流双修吗？鼎鼎大师号令天下，无奇有王敢为他。七杀火石杀人如麻，七杀风上去越狱他。不能这是自强者，是真理的不理的。还是女生道歉，男生道歉。乐儿，我错了吗？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你就原谅我吧。女生道歉，我错了，行了吧？对不起。那你错哪儿了？你吼我。故意让男朋友看美女，宝宝你看有美女啊，大长腿啊，我在看美女啊，我真的在看。以太白变身，我来了。耶，积蓄人事全是财，樱花白露落两排，今朝天子传。这是不是你们想看的摇摆舞？我为什么要一直点开这个视频？当女朋友学会拿来把你该怎么做？拿来把你。
听说你们想看在这儿跳国风舞。走过玉门关为起点山上飘的雪，也走过长城边上小小吹过来的风。今天星期四，明天星期五，再坚持一天，然后星期天，星期天不上班，一直睡到下午，这就是我废物的一天。我发誓，我今天晚上再熬夜，我闺蜜就是猪。